当防御植物长高后，跑酷僵尸还能跳过去吗？我们都知道，能够拦住跑酷僵尸的植物分别是高坚果、甜菜护卫、全息大招墙、月光花大招盾牌。那这些因为南瓜头而长高的植物可以拦住跑酷僵尸吗？赶紧来试试吧。树林护卫我们都很熟悉，直接遇到会被跑酷僵尸无情跨过。那么套上南瓜头长高之后呢，居然就被挡住了。南瓜头有点东西哦，这下不用担心以后当跑酷僵尸出现在无尽挑战模式中无法再拦截它的问题了。咱们接着来测试其他植物，坚果、白萝卜、全息坚果、花生、大力花菜、田鼠、板栗小队、猪小弟、云南菠萝、榴莲、原始坚果、小坚果也是可以的。我去树桩、白瓜、橡皮草、大枣坚果、冬青骑士、冬瓜守卫、石斛防风网、庆典汽水椰、热辣海藻。看完这个视频还不赶快把南瓜头升到二阶以上。